班了，又上班了。哇哦，好好假的红毯。哇，这是谁？小华。何必整这么一套？我的互联网妈妈。小华。我的互联网妈妈。哎，真杜妈不就在楼上吗？怎么不哎蒙蔽她的双眼？是这意思。这是小华，我熟。客人上经常见。哎，互联网妈妈不要走，互联网妈妈。所有人来了都得经过这个门。欢迎回来，耗子。这么尴尬。欢迎大高个儿回来。我不是大高个。欢迎伊丽莎白回来。欢迎喝茶哥回来。欢迎可爱毛内。一华娱乐特别开心，耶、yeah ！接下来我们不是要发我们的 vacation， 所以就很期待。欢迎回家，第一次就是在台下看到就是自己的成员，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样子，然后也非常开心，就是能够为他们加油和打气。看到他们的那种不断的成长啊，也觉得再一次回来会让我觉得我们更像一个团体和整体，也更有就是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和动力。嗯，说了热泪盈眶，好好搞第二张专辑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 vacation 啊，在这儿呢 vacation 吧，啊，希望我们这个第二张专辑可以快点可以跟大家见面，跟大家见面，对，跟大家见面。这是什么呀？哇哦，这是啥呀？真的假的？哇哦！这是我们去年下，这是另一个礼物，防腐剂。哎，这是我们去年防腐剂，不客气。这是那个版本，这是定版的版本吗？这是吗？哎，这有三首歌哎，你们还记得是什么？来考你一下名字，来，龚一甲回答，第三首歌叫什么？什么第三首歌？火，这还分先后顺序？火光，对，火光。K 哥回答一下，第二首歌叫什么？心跳足迹。Yes， 来，队长回答一下，第一首歌叫什么 ？Vacation。我们这个专辑要发了吗？请问？要发了吗？什么规划？哇哦，这什么刮刮乐？这第二个礼物，这是撕的吗？哇哦，巡回签售，巡回签售我可以理解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是全球的还是全国的？你是不是有点高看自己了？咱能走出国门了？我们 vacation 我们不应该也可以出国旅游吗？然后出国签售不应该吗？啊，你还想去哪里签售？他想在杭州吧？杭州、北上广这些都去一趟不行吗？啊，先香港，香港，嗯，或者澳门，我想去三亚、南京、新疆，就希望可以多办几场，然后多和大家见面。然后第二个看一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新专辑发布会。发布会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发布会。发布会是不是得表演？会来很多记者吗？还有一个。啊，熊猫？不会是？难道是？这是要去动物园吗？哦，要去动物园儿。对，或者是？哎，是不是要去动物园啊？去哪个动物园呢？北京动物园。给你们科普一个冷知识，你知道澳门有熊猫吗？什么？澳门有熊猫？你可以离开澳门吗？这个话题？没有，因为我跟你们说，就是你现在基本上相当于三句不离开澳门。没有，他只有想家了吗？想家了是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Boyhood。我们第二张专辑《Vacation》快要发行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然后最后希望我们的专辑可以大卖。